原标题：赵光义夺权后如何对待赵匡胤两个儿子的宋太祖。赵匡胤有四个儿子，其中两个早死，只剩下了大儿子赵德昭，小儿子赵德芳。由于赵匡胤壮年猝死，他的弟弟赵光义就做了皇帝，也就成了历史上的宋太宗。古代中国的皇位继承是父死子继的，在大宋朝，赵匡胤的儿子已经成年，却出现了少有的兄终弟及的局面。虽然有金匮之盟之说，但无论怎样说都不能算是正常的状况。赵德芳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四子，据《宋史宗史》传载，赵德芳生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，公元959年，可惜没记载他的生母是谁。宋太祖开宝九年，公元976年出阁，授予贵州防御使一职。宋太宗继位后，太平兴国元年，公元976年，封赵德芳为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太平兴国四年，公元979年，宋太宗平定北汉，并乘胜进攻辽国，企图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，结果却大败。溃败中，人们一度找不到宋太宗，都以为他已经战死了。于是拟议赵德昭代宋太宗做皇帝。可不久，宋太宗又回来了，知道了此事后，心里很是不悦。回京后，赵德昭请求给攻灭北汉的有功人员授奖，不料宋太宗大怒，等你当了皇帝再颁赏也不算晚了。赵德昭挨了这一记致命的闷棍，又惊又怕，回家便自杀了，年仅29岁。太平兴国六年，公元981年，赵德芳病死，年23。赵德芳的死与赵德昭的死只相差1年零5个月，所以历史学家多数认为赵德芳死因不单纯，可能与宋太宗有关。展开全文，《宋史宗室传》对赵德芳之死用了寝疾轰三个字。什么叫寝疾轰？就是今天所谓因病医治无效死亡。这么重量级的一位王爷，而且是赵匡胤的爱子，宋史的记载竟然简略到如此地步，甚至连在号称降时的宋朝史书序《资治通鉴长编》中，也只有仅有山南西道节度使、同平章事德芳卒，年23。赠中书令，追封齐王，是康惠31个字。请注意，长编用的是一个卒字，难道大史学家里头会犯史家之大忌，连王爷的死叫轰都不懂吗？他凭什么要把赵德芳降格到大夫的级别？天子曰崩，王侯曰轰，大夫曰卒，士曰不禄。还有，长编只说卒，可绝没有说是病卒。这个没娘的可怜孩子，连个字也没留下，连夫人是谁也不知道，风华正茂，怎么就卒了呢？赵德昭被铲除后，赵德芳还在威胁赵光义的地位。赵光义除掉了赵德昭，又除掉了弟弟赵廷美，对皇权有威胁的宗室都死在了他的手下，怎么可能不斩草除根？宋太宗当皇帝后，同宋皇后有过一番争斗，也是毫无疑问的。宋皇后原本是想让儿子赵德芳做皇帝，在他命宦官王继恩召赵德芳进宫时，这个王继恩却自作主张的请了实为晋王的宋光义入宫，从而夺去了皇位。这一史实，一些宋人笔记多有记载。至此，宋太祖的四个儿子已全部死去。后来，老百姓对宋太祖死去的儿子产生了极大的同情，虽然有些传说是老百姓夸张了的事实，但有些传说却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某种愿望。就这样，赵德芳变成了小说评书里的八贤王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